你想买哪个就买哪个，想摸哪个就摸哪个。在我刺客香堂附近，谁敢动我没有情？还有我的女人。走。看来嫂嫂大功将成了，也不知小户虽现在怎么样了。上等好货啊，骨笛，上等法器。哎，各位各位，这骨笛呀、啊，声音那是特别好听。骨笛法器，骨笛法器，最适合买给自家娘子做定情信物了。我喜欢，你买给我。堂堂公主，竟然当街拉扯陌生男子，还索要财物。哎，怎么算是陌生男子了呢？你既不同意退婚，那就是我未来夫君。买给我。喜欢吗？骨笛，去看看。哎，姑娘，快来看看。这多少钱？这骨笛30两。30两？那我没钱。哎，没钱你瞎摸什么？你眼瞎呀？他想摸哪个就摸哪个。他是不是疯了？为什么这么看着我呀？你当真要送给我啊？是啊，拿着，数数。不找后账啊？什么话呀？行吧，反正啊，这骨笛也算是你欠我的。啊？我什么时候欠你的？我怎么不记得？好久之前的事了，你肯定不记得了。哦，没事。那既然如此，今天我就都给你补回来，你想买哪个就买哪个，想摸哪个就摸哪个。说话算话啊。啊。心中忽然想出点情绪，那就喜欢你，如何遣词造句，不真的眷恋小情绪，我是迷信的，是甜蜜。买。新的香气，寒暄略去，你说有约，怎么样？买。告诉我，今天花了多少钱？720两。哎呦，哎呦，